些真相会被隐藏。总有一些罪恶需要自己来治罪。作为一个检察官，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是对真相的渴求。一定要还原事情的真相。人体是最精密的仪器，只要你是假的，就一定会露出破绽。在这个世上，还没有人能挑战法律。法律就是法律，没有姑息。就算再高超的伪造技术，也永远无法代替真相。